有嘞。你怎么到这个？上个月。等一下。上个月。上个月啊，我那个啊，上个月。对啊。啊，我上个月考的。对啊，我请去观察一下啊。一月十三。那你有单子吗？单子不带，你在哪里不带？没带，那你坐哪里？去桃园。啊？桃园。在哪里啊？桃园不大。不行。在那边，是啊，对呀、啊，你那附近住的，你几天是住哪里？嘉义幺幺零，九栋幺幺零，注意一点啊。那我户户籍地的话，好，那你端伸手够模具吧。哦，是你们查得到是那个。那不是你的，那不是你的。于网咖执行临检查查勤务时，发现一名男子熟睡，将其摇醒，紧急配合盘查，经查他因案遭发布五条通缉，男子立即清醒过来，表示有出庭，不知为何遭通缉，原警依法将其逮捕，解送归案。